你听我说，你应该给我个机会。安心，你别过来！给我机会好不好？安心，安心，你听我说，给我机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安心，你打我，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 阿信，开门！阿信，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为什么不开门？啊，是不是因为我没那个男人有钱？阿信，开门！你这么爱我需要吗？开门，阿信，阿信，开门！你不是怕黑吗？啊，阿信。 阿信，阿信，快看，跑不掉了！我给你摘个月亮，我摘不了的，摘得了，相信妈妈，我摘给你看。 你一直没有回来，跟你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去公司找你了。谢谢你。那个人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不要太冲动了，你的腿伤都没好，你会有危险的。你辞职吧，我养你。 我辞职了，我们上街买衣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对了，公司离家这么远，你怎么把我扛回来的？我打了滴滴，用你的手机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付密码？我用你的指纹支付的。 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我的心脏堵得慌。心脏在那边。安心。 我喜欢你，你喝多了。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，你应该给我个机会。不是，安心，你听我说。
安心姐啊，我们来吧。哦，不用，没事，我们拿我自己来。没事，我来。杜经理来了。知道吧？杜经理已经被开了。老板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里面全是杜经理做假账，还有他拿回扣的证据。老板知道以后特别生气，立马就让他走人了。是的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今天我们一到营业部，没一会儿啊，就收到总部的通知了。你这个拿回去吧，我不能收。你们的也是，拿回去吧。你一定得收下。那个对啊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我不想被炒。什么被炒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反正你一定要收下，我这份谢意。收下吧，安心姐。